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天没亮，他妈就打电话来说我怀小孩的时间不对，让我别要了，说我你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现在条件也不好，不适合要小孩。然后我老公不同意，他就说他不想当奶奶。过后知情的人就跟我们讲，因为他再婚了，对方想生个儿子，然后他怕别人笑他儿子比孙子小，所以他就不要我生。啊，把生命当儿戏，不尊重生命，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啊，实在是可怕。评论。害怕可以自己不生啊，哎呀，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不容易啊，不要自己在这里啊乱搞一气，要尊重生命啊，哎呀，太暴力。